他对两个好啊，很好啊，常常会啊。啊！老爸还要吃吗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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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是老，这次是老老的吗？等一下，他们很逗呢，真的嘞！啊！好好玩哦！哇，真的好好玩哦！好。有耶！在讲啥？好，沙发可以吗？感觉好沙发哦，这样。我也不需要这样子，我看。这个要有放一个塔，你放一个，好多一个大家想要，旁边放的房顶。会不会错乱？一定不可能。我先跟大家讲，100公斤，很多人问过我了。100公斤，但我最近也变瘦了。对，变瘦了，变瘦了。有没有？尤其我看你这里一定要放张大茶，那你要喝那个茶，喝那个大茶都是这个。就会有虾虾螃蟹啊，啊，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它的东西就会比较少。如果在夏天左右，大概在3月到5月左右的时候，东西就很多。这就是我们每次都会跟大家介绍，2月左右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采香菇，我们叫做夏冬天之际，所以我们慢慢的会跟大家沟通的说，其实在北海岸或东北角，它其实是很适合种植，在冬天的时候种植香菇这个季节。先讲哦，这个摘了之后就可以吃，你知道吗？今早摘了就可以吃。拍，拔起来，拔起来哦，大哥。这个就是红萝卜，还没长大了，还要多久才会再大？啊，现在就偌久的时间？这差不多要个一个月了。哦，要个一个月哦。要慢动作。哦，来，阿爸爸给再等个猪挂菜根。挂菜根。嗯。哦，阿鸡你来对了哈。对头啊，坑内，你压住的虾，就头袂走出来。哦，难怪每个人都要体验哦，来哦。对，哎，带你钓长虹架哦。好头哦。这头就是咱那个正香菇的太空包，正香菇的太空包，放在家可以发酵哈。看，这也水。好啦，做好那只嘛吼，下当喊大油，这几位再给拌一拌。等一下我们要做的量差不多要多少呢？好可以多一点，其实可以多一点，多一点哦，对，比较有味道，比较有味道哟。因为我们这个酱油，其实这个酱油都是台湾的豆，台湾的黑豆，台湾的248的台湾的黑豆哈，所以我们这个的话，酱油它并不会说很死咸，是比较淡的口味。好香哦，闻到味道了呢。
超香超赞的啦，只有来采才有这种玩法。今天真的是最后这个是最赞的，超赞的，那你看好，准备开机啊，准备开机啊，欢迎你们啊，好哈哈哈哈哈！以前都小朋友一群人在那边喊呢。哈哈哈哈是什么？啊，累了。